跟各位先讲好，我真的也没有时间去储值去干嘛的，做其他事了齁。这100万抽完没有下文的话，我就是下一次再抽了。目前你们应该知道我在干大事吧，我也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去弄金变，然后你们叫我去亚山抽卡，很抱歉，我只能在这种地方抽卡，我的等级不能停，因为我现在经验都在竞争，至于现在拉多少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公开齁。我们是已经把这件事当成台湾的集体荣耀在做了。那今天100万赚，我应该会叫洛凡抽40，然后我抽40，我们一人一半。那我先介绍一下我的门票，我的门票目前是一张，然后我核证次数是020。那目前我是找了我们盟的金变妖精，那他今天已经准备了一发保底，等我抽到门票，我们要一起合。这些小卡片我来抽，我们就暖暖台，我把这个卡把它全部抽掉。现在是礼包环节，那等礼包环节结束，接着就是洛凡操刀了。今天晚上有很多地方可以验明正身，我是黑色血统，比方说洛凡40万钻抽的比我多，又或者说他合卡喝的比我欧。等一下等一下，关月一发中金，我就海派门口表演马眼吃甘蔗。我跟你说，天有不测风云啊，如果真的中的话，你们要去找好老爷拍出来啊。但是算了，也不要抱太大期望。等一下合金的时候你不要跑，洛凡会来合。你忘记上一次你跟我说我古代圣阶按30几发才会中，结果洛凡第4发按出来啊，好老爷。好，剩下的这25抽，然后包含张程的3600钻哦，40万钻，接下来就换洛凡操刀。那我离开这个房间就给洛凡表演了，好不好？ Hello 哈，宝宝看能不能直接抽个纸啊。哎呀，一开始就三红，哎呀呦呦呦，干，我超想要的板子盔甲真死亡骑士。哎，大家先溜一下好不好？你们现在帮我记录一下好不好？我等一下抽总共几红，有几子和几红，再换帮关月统计一下他抽了几红。One hour later， 好，最后一次机会了哦，各位观众，纸卡，哎呀，好，换关月了，换我了吗？对，十红，十红，那我怎么办？好老爷，我跟你说，洛凡在这嘛，对不对？你管他的气，你防守他有用，但是你防守我就没用，因为我比你黑。谁敢比我惨啊？好，我是公认最黑。我看他们抽啊，都是平均十抽啊，十抽就有一个红的，我好像没有办法。今天这场直播是让我验明正身的。我现在也没有空看聊天室，那我就专心抽哦，把卡抽一抽。后面至少都有红牌，我都没了，都白盘，都白盘了。还有胜负出来了，40万赚他10红，我才8红。现在最高纪录49零红。我会怕，等一下。兄弟们啊，8000个人在看，按个赞，集个气，我应该就可以第一个80了。我如果上金变，我就第一个80了。然后重点不是第一个80，也不是金变的问题，重点是。海派门口有戏看啊，好老爷榨甘蔗啊，哦，马眼榨甘蔗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多点，不要又一个，又来又一刀都没砍到，你不要每次都这样子好不好？哎，红闪电。怎么是红的？有蓝宝石，有蓝宝石。啊，好，可以。好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蓝宝石会。这个给洛凡开，这个给洛凡开。好，至少一指，给洛凡开。奈。好，赛尼斯第一只。哇，十之一，我没有骗你们吧？就是要十只才会有一个啊！一定要十只才有一个啊！真的，我就是期望值的人。你们不要说有多啦，有中就很好了。我先把这张保底领出来，我先确定我要不要转卡，但我 all in 怎么办？你帮我开。你都按下去了。你按啦、啊，你帮我开啊！夫妻同心，起立断金开。啊，碎了！阿特完蛋了！阿特，我觉得他的卡值。阿特吗？我没有阿特。
阿特我舍不得转，因为我想要补卡池。他5%昏看物防魔防那些都很多，转也是钱呐、啊。我们等九点整，现在洛凡开出来了，我现在抓他画面。他是 HH， 他曾经被盗账号，你们有跟我谈，你们都知道哦。他已经失败过了15次，就算了。他被盗账号，把装备一整套买回来。如果我没中，真的没关系，我慢慢来。拜托给我的好盟友送，来，我们等第三位，然后他也是一发，我们一起一人一发。哎、欸，真的伊娃09也30发了、欸，真的30发了。你们看这边2发，这边15发，洛凡3发，这样就20发了。聊天室帮我集气一波好不好？我们一个人中我就很开心了，真的不一定要我中。我们伊娃09该出第一只金了，来倒数3、2、1，好。拜托啊，中一只啊！拜托啊，中一只啊！拜托啊！我没中，干！我刚刚金闪电呢、欸。我也是蓝宝石金闪电呢、欸。看你脸，他这个是逼我收卡。我原本还在考虑那张阿特要不要再转再抽，可是没想到金变失败的那一发也是还阿特给我，他就是叫我收卡、啊。109 30发出不了金，我好羡慕宙斯哦，宙斯那边很厉害耶，基本上都期望值10发内，差一点让他马眼榨甘蔗，真的差一点，就差这么一点。蓝宝石金闪电。今天补2红1紫，还有合一发。哎、欸，以前100万钻你什么都做不了哎、欸。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合100万钻之后一发紫变门票？现在补那么多了，有拼过就好了。接下来我只要拿到任何一张紫变，我都有次数。今天尽力啦，接着就是继续干大事哈。我80之后，我绝对放弃重等哈。我就是每天跟盟友慢慢的飘就好了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跟订阅哈，拜拜拜拜。祝关月早日中金变。